就是讲关于青少年抑郁症啦，这个名字就叫做心理保卫队。因为身边的朋友很多都受到情绪困扰啦，很多都有这个青少年抑郁症啊或者焦虑症，这样就不同程度这样影响到他们的日常生活啦。那有些可能失眠啦，有些暴饮暴食啦，等等很多不同方面的困扰啦。但是很多他们的身边人都不理解，甚至是会说他们是做作啦、扮嘢啦。咁所以呢，我希望我这个作品可以令到更加多人知道他们是真的生病啦，不是只是想得到关心，不是想得到人家的关注，而是他们是真的身体某一个部分出了问题，而去影响到他们会有这些行为，甚至是一些伤害自己的情况。